内地头调军队来台湾驻守，就每三年就换一批换一批轮班来换嘛，就称之为班兵嘛。因为你那边有军人驻扎在那里，有老百姓的安全上得到保障，啊，所以促进了台湾的开发。乾隆他就说，草一颗也不能丢，就是领土一寸也不能丢。台南赤坎楼前一字排开的这九座碧玺驼玉碑，是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后清廷下令篆刻的记功碑。当年的祖先组织义民军，是捍卫乡土，捍卫我们的生命财产。1840年，中英鸦片战争爆发，台湾的抗英战场连战皆捷。这是台湾班兵200年间打得最漂亮的战役。无不明天，那些无老鼠也无老鼠精。